天气好，最近在下雨，你讲天气好，你都没有出门吧？宅在家。Kevin， 你怎么科系的、啊？我 Chemie 啊。哎呦，那你知道我什么科系的吗？你不是跟我一样是 Chemie 的吗？错，我是阿里亚格雷西。你干嘛、啊？我在唬你啊。你们别来乱了啦！明天考试可能要被当掉了。啊，没事啦。Perky 这么多垃圾，你可以捡垃圾为生啊！这边就三个了，死不了啦！这个建议你留着吧，干了。好，不要乱了，你们快走快走，我要读书。好，走。等等，我是金子好像有笔记的，看一下。哪里啊？好像是抽屉。是这个吗？什么啊？2020年谋杀？为什么玉文跟 James 的名字在里面呢？谁在开玩笑？那么幼稚。Kami 好难哦，好啊，现在休息一下。看一下什么新闻。TIC 新闻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：今天早上失踪的 Berkeley 学生刘美凤同学的尸体，于5号公路旁一辆废弃的轿车后车厢内被发现。刚不是刚刚的那个。美凤，为什么有人知道这些人即将会死亡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难道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吗？我是跟 James 相处太久了，我打个派气。这种 time travel 的事情，我也相信。谁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谁写的？我很确定我这本笔记本只有我知道放在这个抽屉啊。而且这个人怎么特别在意一连串杀人事件的2017前面几桩？难道这本笔记本可以让我跟2017的人交谈吗？还是我想太多了？不管，现在这个零头要我救 Eric， 我什么都能试。让我试着写出前面这几个受害者的犯案经过，看看会有什么反应。这样说不定过去的这个人也可以救 Eric。来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？我到底是不是疯了、啊？真的会相信这些事？哎，真的有新的 message。James 今晚会在 People's Park 被勒死，鱼丸今天晚上也会死。Annie 2020真的是未来的人哎！靠，现在几点了？干，快8点了，我要赶快去救人。现在赶快去救 James。
课，我现在都还没开始准备，我很紧张哎。明天我下礼拜也是有 midterm， 我还不是在这边很 chill 哦。走啦，看电影放松啦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这 midterm 很重要。好啦，我觉得你们去看吧，我们先走好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说他要准备 midterm， 那我去找他。你去把他叫回来看电影。好好好。